放人了，大饼使唤用大饼撑，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焖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哎，卷的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我们又见面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来自天津的音乐人，啊，我叫李亮杰，也是岩石乐队的主唱。大家好，我是岩石乐队吉他手，我叫小胖。李老师这样的，应该是一种曲艺的方式来演奏。其实我从来没跟李老师聊过这音乐形式，曲艺不能算曲艺，不能算曲艺，也不能算完全的音乐。音乐啊，只是一种嫁接。那这种嫁接是不是还得必须从您的手中的这一门乐器说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没用这个乐器，后来做这个摇滚大鼓、摇滚曲艺之后呢，我就去咱们劝业场买了一把三弦，回来以后用了三天的时间安了条背带，然后呢安了一个拾音器，练了练指法。我呢指法都是吉他上的，把吉他上挪到这上面来，然后转天我就去南方巡演去了。这种新的表演形式在推广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不理解或者一些难点？太有了啊！你比如说曲艺圈的朋友以及呢老观众就说啊，我这个东西呢不是味儿，摇滚圈的也不接受，包括我的乐队成员甚至都不认可我这种音乐。继而呢那个时候就好多乐手都离开我了。他们离队最主要原因，一个是要挣钱，一个是不喜欢你的音乐风格。这个钱的问题呢是我来养着乐队的大问题，就连十块钱我有几次都面临着没有。有一次啊，人家给我打电话说，您好，您那个中奖了。转天我去了，到那以后他拿过来一个红包，里边500块钱，直接拿走，签了个字，摁个手印拿走了。而且还经常的在最拮据的时候，最这个窘迫的时候啊，这个人找我演个出，那人找我参加个活动，就这样一直就这样一路这样过来的。无论别人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就是两个字，坚持。你可能上来你的音乐你认为不爱听，好多人认为你的音乐不行，但是你坚持了10年、15年、20年以后，到最后都是好音乐。那我问问小胖吧，哎，在你心中亮杰大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14年毕了业以后，我正式加入了李老师团队，一直又走到了现在。李老师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